民众实际到现场体验房车，车时和年初预期截然不同。第一季订单超出供应量，连续十八年蝉联单一销售冠军的国民车款，全新大改款更是引发话题。总共有很多的32项安全配备，这是把七气囊还有 TSS 列为全车系的标准配备。底盘部分是强调它的操控稳定性、过弯的能力，还有刹车的稳定性，不管是车辆的刚性的部分，尤其是从 A 柱、B 柱、C 柱的部分都做过强化。安全性能再提升，国民车2001年国产化，累积销售超过60万台。就连歌手黄飞、艺人张景兰也是靠它代步。我有一个专属的私密小空间，想独处的时候我会躲在这里。名人拍短片加持，改款后全车配备升级，更带动赏车人潮。周间的�赏车人潮啊，增加了来场30%。不管是询问安全配备，还有车型的外观，大家都询问度非常高。不让休旅车专美于前，国民车款全方位升级亮相，抢攻车市带动买气。三立新闻台吴信和敏泰报道。